挑战狗子啊，寻找失踪人员到底能不能成功。大家好，我是铁牛，我现在在我师傅的学校里面啊。今天呢，我和我师兄配合着训练这狗寻找失踪人员，就是说我现在是失踪人员，我把这个车钥匙放在学校那里了，狗呢通过闻那个钥匙啊能够找到我，看看今天能不能挑战成功，一起来看看结果。给大家说一下，这个是我大师兄，也是我的老师啊。今天我们那个给我们的那个狩猎犬做一个野外的一个实战模拟训练，正好我们牛哥过来了嘛，然后做一个走失人员的一个走失的一个路线，然后现在需要提取一个牛哥他的一个气味源。我的气味源。对，就其实一直对带在身上的东西。带在身上的东西。对，这个我看一下，我身上有啥东西呢？我拿这个钥匙行不行？钥匙也可以。就先放进去是吗？对，先放进去。然后待会那个让咱们牛哥自己自由去发挥，从这个门出去就自由发挥。然后隔一会儿我们让那个狩猎犬来找一下我们的牛哥。牛哥你发挥吧。好，我先藏起来啊。我先钥匙，对，我先去藏，我看一下。自由发挥啊，牛哥。好，可以。我现在我当失踪人员，我现在看他能不能找到我哈。到这里，我去那边去。那狗在那里。刚才是在这训练的，对不对？在稻田。我要找一个位置藏起来。来，那边，到这边。我看一下，这里已经很远了哈。我看一下狗能不能找得到我。现在。到这边的稻田里面，看一下，我想去那个地方躲着，他能不能找到呢？在这里都能找到的话，已经非常了不起了，对吧？这稻田。狗子还没来哦，看到没？我们到这里来，我就躲在这个地方。我看它这个地方啊，这个、地方没太阳。这个地方它如果能找到，那不得了。朋友们，我现在躲在这个地方，看。呀，好狗，找到了！哇，厉害厉害！厉害厉害厉害！好狗，好狗，好狗，好狗！哇，可以啊！这是闪电是吧？哇，可以啊，闪电！嘿，走那么远，你都能够找到，牛牛牛牛牛！你看，还要找到很多个人呢。哦，闪电真厉害，看挑战成功，太棒了！挑战成功啊！果然就是一条好狗，你看，这么远，这是起码至少有500米吧？不止，不止啊！它能从这啊，追是3公里以外。3公里以外，哦天哪！天，这狗是百万不卖的狗子啊！你看，真棒！来，哇！来，闪电真牛！我现在再换一个地方。可以，你在等着。好，我去对面那个小树林那，我从这里走过去，走对面那个小树林那里。从这里走过去。我从这里走过去吗？可以。到那个阴沟里面去吗？可以。你在等着啊。好。我从这里走过去，找那个阴沟里面看他能不能找到我。看，从这野外的地方。这个有点难度的，你看，这还有露水。朋友们看，现在咱们躲这个稻田里面，然后我们就在这里，看他怎么找。我们躲这里，
哇！太棒了！哇，他太棒了吧！我靠，你看，我天哪，在这种地方，哎，我在想他是怎么能够闻得到的呢？哦，通过气味，人体的气味。天哪，因为人体的气味是比较特别的。哦，你看，这是我第一次找这种地方，他都能够找得到。哇，天哪！我问一下郑老师，啊，你这个闪电你多少钱可以把它卖掉？闪电不卖。啊，你看，养狗的爱犬都是千金不换的啊。这不是钱的问题。对，这个不是钱的问题。你看，就是人一辈子像找老婆一样的，很难找了一个称心如意的，找了一个称心如意的，那怎么可能用金钱去衡量，是吧？这个无价的东西。对，闪电了，闪电我也是爱死他了。来，哥来，把球给我。你看，捡回来。他真听话，我天哪！他是我。来，闪电，过来。它比马犬要好一点的，就是没有那么刚烈，比马犬温柔哈，温柔一点，对，嗯，就是很好。我记得生活，感谢他，我自己会洗爪子，你看，但是的，你看就来了，就来了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哇。这个头版好好看啊，好威武啊！真的是吧？啊、哦，好威武，好看啊！这个粉扑不上。你看，放气，好，这脑袋好大、啊。哎，这个好看，这个狗，憨憨厚的那感觉，你看，让它继续又去洗澡的，你看。厉害！啊，厉害！你看他那个，看他的那个腿，跟你说，他要像鸡腿，这像鸡腿。你看，像。三个头长得不一样的，你看，不一样。现在我们开饭了、啊，哇！那个碗是你的吗？是我的，我吃。过来。地方蛮不错，啊，石头上车吧，这个水不喝了，你上车，花儿，哎呀，好狗，上去吧，上去，对，乖啊，黄狗，快上，回来。走了，走了，拜拜，乖点啊，在里面。